亚姊妹平安，每日灵修明白真道，也在生命的道路上找到方向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，那无照着我，无人会通到父遐去。在沙漠中有一个小乡村，根据估计，对乡村行出沙漠路程只需要三日三夜。但奇怪的是，村内的人从来无行出去的，因试过真侪摆拢失败。有一位探险家想要了解未通行出的原因，安尼就雇应了一个村内的人，予伊带路。因对乡村出发，一路往大沙漠前行，但行了十日以后，阁是找未到出路。到家第十一日的早起，甲发现着飞了一大圈，果然阁倒转乡村。但是探险家终于明白事情的真相，乡村内的人之所以行未出大沙漠，因为因根本找未到方向。安尼，伊就甲乡村的人讲，会通照着迷失林这个北极星来引出方向，就会通成功的行出迷茫的沙漠。弟兄姊妹，人的生命的路程，起也毋是安尼一样，真侪人感觉到生活一片迷茫，亲像总伫咧孤单的沙漠中，无论怎样行，拢伫咧原地回圈，最后阁是倒转内心的空虚甲缺乏。因此，咱需要耶稣做咱路上的指引。咱三甲来祈祷，亲爱天父上帝。阮的主耶稣基督，你就是道路、真理甲活命。阮需要你做阮人生中的光，引带阮头前的路程，行伫咧正道上，一直行到永生上帝遐。阮也要单单仰望你，我靠你，帮助阮不得地行错路。也未伫咧原地回圈，直到阮见到你的面的时阵，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